啊，咁就完噶啦。原来呢位太极拳伯伯只系用咗一锤，就将对手打到比赛终止。哎，唔通咪咪摸摸咁嘅太极拳都真系打得下嘅？太极拳是内家拳的一种，练内家拳就要练内功。咁内功又是啲乜呢？我哋要讲完好多，由几千年前中国人发明嘅炼丹术讲起。炼丹长命百岁，甚至长生不老，咁个个都谂过下噶啦。不过古时候嘅中国人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方法去尝试噃，呢个方法就系靠自己啦。佢哋谂，咦，不如试下发明粒药出嚟，食咗之后唔会死都好噃。炼丹术就系用一啲矿物，好似系铅啊、水银啊咁，放佢哋入丹炉度烧啊烧。咦，睇个样都似食得搞鸡丸啊！幸福无痛研究所，结果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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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瓜咗。唐朝有好多个皇帝都系食丹药瓜咗嘅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不过炼丹术士响炼丹嘅过程，又真系俾佢哋炼制成好多有疗效嘅药物噃。一次意外。一次意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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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搞乜嘢啊？出火药嚟添啊！炼丹术后尾传咗去欧洲，《Harry Potter》讲嘅 Philosophy Stone。